这是你刚才拍的照片，然后你们宣一下，有啥事情再跟我说啊。我先吃一盘去了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没事没事，你们先去，我去给你们准备餐具。这张还好，姐，你看看你笑起来多好看，你就该多笑一笑。哎呀，我要是天天有这种好消息啊，我不仅笑，我还能多活几年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就是要长命百岁的。我平时不笑的时候，是不是显得特别凶啊？我刚才见到西西男朋友的时候。 是不是会把他吓坏？哎呀，刚才的丁老师超级和蔼、超级可爱，太开心了！我看到他们，再显再显。哎，这张也有，这张你很好看，你也好看，不过这张好美啊，是可好看了。来来来，快快快，给我们拿出来，我们一块。哇，那个陪唱课也来，三二一。 好看，真的。哎，你看看我们。看哪里？看哪里？在星空里，哎呦，没事吧？还行吗？没事没事。好好好。像不像我们小时候，晚上一块看星空？像。我要你长命百岁。 好，等你一次。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好厉害！等你老半天了，在这块还能靠谱呢。你俩慢点行不行？我连画也不念画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哎，这有这个颜色早知道我买。我在哪儿？我写啥呢？你写什么都行。行梦想。哎呀，我这走了，怎么越来越窄了呢？估计是因为挂的人多了。可说呢，这人呢，愿望真多。别歇吧，没有，里边这气氛怎么？哎呦，马上了，写完了吗？你们？哈，要得。 我写新的一年增长眼纹，绝不打针。哎呦，你不打针了？什么叫我不打针了？我没打针呢，我之前。之前是。你没少打针。没打。我真没打。我只是说，我说我如果长眼纹了，我就要打针了。是。但现在我如果长眼纹，我也不打了。你不容貌焦虑了？我不焦虑了。我支持你，我支持你。我真的觉得在脸上能长一个岁月的痕迹，还是挺浪漫。关键你不靠那个，你是有实力的。对呀，再一个我。 不是靠脸吃饭，咱们靠文化底蕴是吧，姐？当然，就靠这点阅历。哎，那个最有文化底蕴的那个人写怎么样了？我要祝丁老师长命百岁。如果有第八号当铺的话，我要用我的前途换丁老师的健康。呀，对，小红马。嗯。算朋友了。我什么呀？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了？我就你刚才在那笑，我笑是因为我这个祝福写的就是写的啥？写不上。
我写街道平安，爸爸妈妈弟弟新年平安，机场兴隆，有问题吗？啊对啊，这么不要再胡说八道啊！问题太大了，从何而来？哎，是这样啊，你刚才拿着这个，然后你这样，我没有，为什么要？我在想，为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还有就是。他每年都写吧，啊，每年你都写了。我现在就是专注于我的街道工作的。我现在要挂了，你们管不管？啊，挂了，挂挂挂挂挂，给我，有点胡说八道。我跟你说，回去咱俩再说。我这就很准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整不了别人，我绝对能整得了你啊。少笑啊，就是我来挂哦。挂的高高的，啊对，好高啊，你挂点有点光的地方。哎呀，我晓得，我用力两个手。哎，吴宇。哎，你怎么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跟我姐还有朋友们，我们过来祈福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这个是我们社区的康复治疗师，然后也是荣城救援队的刘文山。你好，英雄。哎，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不是他，是不是？小心一下孩子，你。我还不知道你原来呢。你这小熊猫挺可爱的。啊，他给我的，说什么谁剩下的？你哪个不给我呀？我也想要一个。我家里还有，我给你。啊，对。我先去逛逛，你继续啊。好，另算嘛。哎，好好好，雅典好。有时间一起算啊。哎，好，新年好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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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新年快乐哈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嗯。那个娃娃有点帅。试试，试试。真的有点帅哦。试试他，试试他，是我们社区女同事。不是你慌啥子？我没有慌呀，没有的事儿。挂完了吗，佩姐？快点，挂完了吗？全在最高处。真是一只可爱的小熊猫、啊、哎呀，你给我，你休想，你给我招啊！今天那是不是那熊猫男？什么熊猫男？人家有名有姓呢。啊，叫什么？刘文山。你说你给我这东西，你不让我成为你跟什么这个山？刘文山，你是这爱情路上绊脚石吗？哎，没有，什么绊脚石？我俩没上那个爱情路呢，还。你已经上路了，我今天就把你们绊住了。不是，我俩没到那个爱情份儿上。来，我问你啊，你第一反应回答我，他单身跟他已婚，你哪更开心？单身。他已婚了，你难不难受？有点儿。多大点儿？挺大点儿。那这不就是恋爱了吗？我给你分析一下。哎，你别分析了。你想不想要了？啊，那你给我吧。那你让我分析。你先给我，然后你再分析。行。我给你分析一下。哎呀，你别分析了，你俩走吧。不是，你孕妇需要早点休息。你快，你再推我，把我推生出来了。有人来给你们拜年，你们忙，我们说初七来好。好久没看到你们了。啊，叔叔还可以吗？还可以。啊，哎，你父母都还好吗？好，他们好，他们好。帮我问他好、啊。好，要得。你有时间去耍嘛？好，喊他们也过来耍嘛。好。叔叔，你在练大字？哎呀，写啥子大字哦？真耍的，真耍的。他写啥子哦？他就晓得新年了嘛，然后呢，想跟着主干啊，学学左手写字儿。结果都写了那么五六天了，到现在写的歪七扭八，连个一都写不出。来来来，好，谢谢谢谢。你说我写个一都那么恼火，要想哈干娃子以前不晓得好努力哟。嗯。哎呀，想一下，他真的是不容易。他还安慰我们两个说：“哎呀，没得事，会用左手的人都聪明。”哎，二老是聪明了，老汉儿啊，笨死了。朱刚本来就是我们班最聪明的，你可以了，叔。你换成我拿都拿不稳。哎呀，你谦虚。哎呀，以前啊，真没体会过孩子遭了这么多罪。嗯。现在啊，他遭的罪，我们都想试试。想想我们家朱刚啊，
真挺不容易的。哎哎哎！哦，没事没事，你们喝茶啊。喝茶喝茶，谢谢。我们没事的，既然我们孩子都这么坚强乐观的，咱们做父母的也不能怂。哎，就是。我知道，我们家朱刚走之前啊，把什么都给我们安排好了，就是希望我们老两口啊过得开开心心的。可是我们就是忍不住，老是想他。哦，对，我晓得，晓得。啥事吧？哦，来来来来，不要忙了，叔叔叔叔，不不不，不要忙了，不要忙了。哎呦，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来我来，没事没事，我那个那么笨呢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看把你手都弄脏了，来来来，擦擦擦。没事没事。哎呀，往年家呀，我们腊月啊就把家里打扫干净了。哦。可是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忘老了，老了让你们笑话了。哎，正好不是买了个扫地机器人吗？哎，对头对头对头。扫地机器人。来来来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给你看一下。走。都是那个自己都可以在屋头跑的那种。这个高科技哦。吸尘吸尘的。嗯。哎呦，不行不行。这个太贵重了，哎呀，不贵重不行不行。再说这个东西，我们年纪大了也不会用了。哎，没事，一会儿让他把使用方法给你发过去。这个好简单，按一下就可以了。搞忘了就你试一下嘛，展示一下嘛。高兴高兴，你高兴高兴高兴。哎呀，哎，好好，没事。哎呀，你看，这也可以用了，你们都不用管它。哎呀，真方便哎。哦，这次还会转弯了。乖哦，你看那，你看那，好乖哦。哎呀。哎，叔叔阿姨。嗯。你们这个灯要不要擦一下哦？灯啊，啊，未必这个东西它可以飞上去。这不是呀，我上去给你们擦一下。说耍的，说耍的，开个玩笑。你更是老太婆。叔叔阿姨，这样啊，我们俩也没啥子事情，所有这些爬高的活啊，今天都我干了，细致的事情交给他，好不好？高兴高兴，你们说到水都没喝一口，你们是忙什么东西？去打点水，打点水，哎好，打点水擦一下。我晓得，我晓得。不管他了，不管他了。这是你第一次约我出来。想找个人聊聊，军发消息只有你有空，耽误你做生意了吧？会，我那儿几桌茶就是一天。老同学去世了，我们都以为他能跨得去这个年。前一阵儿我们去看他了，状态还是不错的，跟我们有说有笑的。聊高中，聊以后，才30多岁，太年轻了。我看到他爸妈的状态，我就想到我爸妈，他们都这个年纪了，现在还要为了我出去开网约车，做群演。自从我回来以后，我是真不想把我那些个破事儿让他们知道，结果越不想让他们知道，我弄得越糟糕。我30多岁，没有办法给他们幸福安稳的日子，还要把压力全都给他们。我现在是他们的一个大累赘。其实叔叔阿姨年纪也没多大。嗯，对，我爸前两天跟我说他们这样是活力老人。其实就像咱们10岁的时候无法想象30岁一样，我们想象父母总会把他们想象的弱小无助，但是没准儿等我们到他们这个年纪，就会发现其实和自己20-30岁的时候也没什么差别，依然能够有兴趣，依然能够随时开启自己的新事业，
能够继续分担周围人的困苦。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、洒脱。说得非常好，我感觉你快成我师傅了。啊，秦师傅，秦师傅，不敢不敢。秦师傅跟秦叔叔怎么样？这就是别人家孩子的故事了啊。吃完了再看嘛，来。太多了，吃不完。给你重烤一下吧，都扔了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真的不用，谢谢。你们刚来，今儿带你们吃点好的。谢谢峰哥。来，哎妈，云儿。哎呀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快穿上吧。不是不是，你不冷吗？我车里还有一件呢，没事，快穿上。哎，我在北京零下十度八度，我都不穿秋裤的人，你这显得我很菜。那什么，我今天有点事儿，我改天再请你们吃啊。啊，好。往那边走，往那边走，往那边走。那能一样吗？北方到哪儿都有暖气，进屋就暖和了。成都的冬天你也不死不消的。哎，你好歹拿我当个顾客行吗？你合适吗？你这样，我正在用餐呢。不是，你也不是普通的顾客吗？再说我坐着陪你聊聊天不挺好？你怎么那么爱说话？那行，我不说话，你吃你的好不好？你周末上不上班？你不是就说这一句？不上，休息。那你想不想出去抓嘛？抓啥子？我那个边边游开发了新路线，我想这个周末去露营地实地考察一下。露营不都得春天吗？还没到春天呢。真正的高端玩家呢，都是初春去露营。因为毕竟这个时候呢，可以烧火呀、劈柴呀，这多有氛围啊！要得，跟着资深玩家去耍一会儿。不是你在这穿，你说我是动不动手，你把我弄至于多尴尬？不用，你吃你的，我干我的，我不说了吗？现在我不说话了，好不好？要得。评价一下嘛，好不好吃嘛？香了啊！这样香吗？真不说，快说，说。天儿这么冷，穿这么厚，不行。你跟他在一块儿挺高兴呀。这玉米烤不错啊，是吧？还可以，再给你烤点。别，行。我去，点这么多，谁呀？我哪知道？行了，你先吃吧，我先忙去了。你每天都能接到这么多啊？哪有命这么好的时候啊？你有那么多串吗？没有啊，现穿呗。喂，啊，没搞错，150串。哎，50串精瘦，不要肥的；50串胸口油，不要瘦的；50串软骨，一点肉都不能有，听明白了吗？让你聊天儿，我全打你个正关系，那个谢关系。他拽我还是会的。
全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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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肥，全肥，全肥，全肥。这什么人吃全肥的？老板，刚刚的订单来这么快啊？正烤着呢，这等一会儿啊。啊，没事，你们烤着。太多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喂，你好。取消，退单，退单。啊？这，老板都烤着了，这不能退了吧？不退，不退，不能退。别喊，别退了。啊，都不能退了，这不好意思哈。哎，爸妈，黄总，哎，你今天咋回来那么早啊？哎，最近都还好哎。哎，你穿的哪个的衣服啊？我个人的。你早上走的时候穿的不是的这个衣服啊？我公司拿的。感冒了？没有。啥子没有？你就是不听话。我早上走的时候，我跟你说今天有点冷，喊你多穿一件衣服，坐到起泡个脚。我不泡，我不想泡。你泡一泡。泡一泡，感冒就好了。哎，我过着过，我过着。哎呀，你也整点热水来，你就将就我那盆子泡去吧。啊，哎，啥子哎？少点儿，少点儿。哎呀，还没有到就少。哎，少点儿好了。可以可以，试一下嘛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啊，要得。我有点烫。可以可以，有点烫。孩子有点烫啊！不得不得那么烫，好，慢慢的放哈，马上都凉了。我去给你冲一包白兰根哈。哎呀，我不得喝，有点太苦了。啥子太苦了？甜的，喝了感冒就好了啊。哎，你们可不可以休息？你有啥事情哎？咋子？我突然想起来啊，咱们是不是还没办年会呢？这是不是得让大家一起聚一聚啊？行啊，那就办一个呗，确实该去。那我想地儿了啊，我觉得那个轰趴馆不错，那玩的挺多的，又能打麻将，又能唱 K 什么的。哎，我知道一个地方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啊。哎，邓哥，那是干嘛呢？来公司吃串？啊，陪孩子呢？啊，那行，没事，啊，我买了点串，寻思叫你一块过来吃呢。啊，你陪孩子吧，啊。好嘞。哎，全儿，干嘛呢？我看电影呢。啊，没什么事，你看吧。哎，姐。那什么，那个你们吃串在哪玩呢？哎，我给你们带点串过去啊。啊，是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下回去这都得按人头订。你下回这样的，你去哪儿你跟我说啊，我认识人，我可以帮你们订。啊，行，没事，你们玩吧。好嘞。这肯定有张开口的，这个就是。就送到马路对面，要我8块钱配送费，这给夕阳差评，必须给夕阳差评。
我这是个城门楼吗？你在这穿来穿去的。不是，公司那群你看了吗？你不用看了，我给你概括一下吧。我在那个群里统计团建名单，没人理我。都不去呗。行，这都放假，谁愿意跟老板一块玩？不去不去，取消。那不行，我想去。不是，那人家都不去，你自己，那你要不找个朋友跟你一块去？你那份我给你报了。我哪有朋友？你这话说的我怎么接？不是，那咱俩去不行吗？咱俩去这不也属于公司管理层的一种合作关系，友谊递进吗？不是，你是管理哪一块的？你管理我，我也管理我自己，这不都是管理层吗？再说你这出尔反尔，你这多影响士气啊！就非得去呗？必须去，不去就闹心。时间不变，地点发你啊。那行。哎，张佩。嗯。你在管理我这方面，你上点心啊。斯德哥尔摩。你先别看，讲解清晰，步骤干净利落，看都夸你呢。不错，师傅很有能力。是。姐妹们，周末去露营，去不去？怎么样？好啊好啊，趁我宝宝还没出生呢，赶紧出来玩。那个，你们稍微打扮打扮啊，我打算拍个 vlog。你要去哪玩啊？张佩他们喊我去露营。那能带我一块吗？你凑什么热闹？我不是凑热闹，你看，我也得学习一下 vlog 的拍摄，狗师傅。行，云妹也去，西西来不来呀？哎呀妈，嗯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些都我来。哎呦，给我，你歇着去，歇着。你至于吗？哎，你们要出去玩啊？嗯，他们要去露营，我就不去了。你干嘛不去啊？我不想去啊。医生不是说再过几周你就可以做手术了，我得把你照顾好啊。哼，怎么，你妈生病了，你就天天坐在家里哭啊？该玩就玩，日子还得照常过啊。那你想不想一起去嘛？我就不去了。你叫上尹乐，你们年轻人一块玩去。我已经约了小姨，我们也得出去玩。真的？嗯。我再看看吧，不一定。去吧，玩得开心点。这么喜欢呢？没有，我就随便看看。我说人，啊，关键你说我喜欢他有啥用啊？咱也不知道人家什么意思啊。你问他呀。我不问，我不知道咋问。你拿你手机来，我问。那你问，你问，你问。你咋问呢？我看看。哎呀，你别管了。你告诉我一声啊。你喜欢我吗？不行。我喜欢你。那不行。我能那么问吗？哎呀，你这太直接了！我这还直接，周末出去玩怎么了？哎呀，这怎么还同意了呢？这怎么同意了还愁眉不展了呢？哎呀，不是，是人知道我下一步怎么办呢？你不会，你问对人你就会了。哎呀，好啊，好啊，而且不是好。
哎呦，怎么是你啊？跑这儿买保险来了？不，你怎么来了？你那店里有人看着吗？哎，有人看，没事。哎呦，刘老板今天穿的好帅哟。还行吧。一个人来的？和张佩啊。你和张佩？啊。秦老板，惊不惊喜？一米一半。哇，嗨。哇，太好看了。这么多人呢？你这是给我带了个团呢！哎呀，人多热闹嘛，而且还能试试你那新路线，对不？哎，不是，啊，你今天就打算穿这身了？怎么，嫉妒啊？哎呦，你穿的太少了，马上肯定冷。是，没事，有太阳。姐，两大男主都来了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这刘峰，这什么能行吗？刘峰啊，我觉得不行。反正我投谢阳哥一票。哎，棋谱呢？你不是他也来吗？对啊。我哪知道啊？我不知道来不来。我问了。你快别问了，他可能有事儿。哎，能有啥事儿？我问一嘴，怕什么？不是谢阳，我不是说你，咱这也老大不小了，有个买卖咱好好干啊，别老往山里跑了，游手好闲的。是是是。这话说的，人怎么游手好闲啊？那线路都是人家弄的，现在搞小程序。哎呦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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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哟，你们这都带男朋友来的啊？什么我们呢？我单身啊！我知道，我就压根没算你。我是他男朋友，你乐。假的，骗我妈的，他是我老板。哎呦，假的可太可惜了，但没事啊，假着假着就变真的了啊。这个是男朋友。不是，那我。我是吴英的好朋友刘文轩。好朋友还是男朋友啊？啊。好朋友，领导吗？好朋友。好朋友，好朋友，文山啊，记住，来吧，朋友们。坐吗？带着随身物品跟我过来，高兴高兴。拿个鸡毛当令箭。哎，刘芳刚来就走了，拜拜。谁跟你来的？我跟张佩来的。他那什么想成的？就是一个 APP 叫边边游。有人用吗？有啊。你别用啊。啊？那里面都有病毒的。什么病毒？你是上个世纪的人吗？那病毒。小心点啊。真好看啊。哎呦，咱们服务员好看啊。你看那边。你给我拍个照呗。那有个瀑布呢。阿姨，我那个备用电池给你。在哪儿呢？不是你装的吗？啊，你没给我拿啊？我没拿呀。哎呦，好电了，没电了。对，那边有个小。没事，姐，那啥吧，所见即所得吧，用你的眼睛记住它。啊，西阳可以啊，这个地方。是吧？这两年的这个露营旅游发展的特别快，所以我们团队就专门找这种适合露营的地方，基本是每周探一次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优选地点之一。这是优选啊。荒山野岭的，这在这儿吃，这在这儿睡着。哎，来，正好我跟你们说一下啊，这一片区域就是可以什么烧烤啊、做饭了。完一会儿呢，我们在那边搭帐篷。未来这个地方呢，所有的功能啊、设施啊都会大力提升的。现在还是毛坯呗。你露营肯定是毛坯，还能给你安个五星在这儿。没事，你放心啊，肯定不会一直毛坯的啊。哎，夕阳哥，你这块也太好了吧？我们带那些东西。不咋匹配了，好像。哎，没事，我车上都有，因为我们那个边边游啊，也有一些合作方，正好让你们也体验一下国内的户外品牌，好吧？嗯，这些调料啥都有。牛。哎，张妹。嗯。你会搭帐篷吗？我不会，有说明书我就。不用说明书，跟我来，我告诉你怎么弄。走。来。我会搭帐篷。哎，我也帮你们吧。来，你等一会儿啊。起来。那我一会儿再去。怎么了，姐？那我先去搭帐篷。啊，行，我一会儿去帮你。谢谢。啊，行，我给你拿着。说，我给你上课那几条你记住没？我记着呢，那一二三嘛，我。对呀，现在第一条已经开始了。哪儿开始了？一个男人喜欢你的时候，他就主动要跟你互动。你说要搭帐篷，他就要去搭帐篷，还给你个信物，这不就开始了吗？哦，是吗？对呀。那我过去啊。啊，去吧。你看我现在妆行吗？可以了。我牙上有口红吗？有。这都不是最关键的，最关键的是什么呢？你去那儿不要一直搭，你得说话。现在别弄了，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。那我去了啊，去吧。哎，笑，大笑，非常好。你自己注意点啊，姐。我知道，我就在这。姐啊，过来躺会儿呗。你看看，你们坐吧。啊。啊，特别舒服啊！我拍照。不用了。你要不要跟我钓鱼去？嗯。给大家加个餐。走着。
快点啊，快得了。我帮你啊。不用了。咋的呢？你这能行吗？你去帮他吧，他那衣服不适合干活。他用不着我帮吧？他应该需要吧。那行吧，这给你。那我去了啊。嗯。哥，你还活着吗？我帮你吧。不用，别不用了，也做人也不用那么逞强，哥。不是，我这都快弄完了，都快。没事，我也没有别的事儿干。这马上能弄行了。这海拔有2700米，但是我感觉还好，我现在没有什么高原反应。在这边拍 vlog 呢，我就觉得可以多拍一些这种风景。就是空镜，然后你也可以拍的时候呢，就是跟自己的朋友多互动，然后有一些碎的镜头。然后你要是拍吃饭什么的呢，就是你做饭，你要是用这种环境的话，你自己穿的也要很干净，就会显得你这个食物也非常有空气感，会觉得你很有，就。哦，对。这怎么又塌了呢？大夫呢？塌了，你不是会吗？你给那块弄去，你给那块弄去了。这儿啊？哎呀，掉了。这是防御棚。啊，明白了。知道挂在哪儿吗？知道这儿。哎，太聪明了。哎呀，天哪，我太聪明了。你太适合搭帐篷。我不是适合烤串吗？都适合你，都适合。你不说你会来着吗？这不没说明书吗？这不是，我快点，你给那块弄去。来，对，好。哎妈呀，哥，你不说你会搭吗？接下来呢？哎，对了，固定。哎，来吧。来，我来，给砸手。这咋整？哎，你搭完了？我去把那两个支起来。啊，行。哎呀妈呀，要不算了吧，哥，就我就跟我姐挤挤得了，少一个少一个吧。你怎么这么容易放弃呢？这咋整啊？咱俩现在这是搭配问题。你看，他俩都会弄，咱俩都不会弄，不掉个个儿，这不就行了？那什么，你过去弄去，他不会弄。我会，哪不会了？我来弄，来，我来帮你。不是，阿姐，你会啊？来，这怎么整？哪一步不会了？先把它抬着，就不咋会。哎呀妈，这帐篷搭的，姐，我跟你说啊，还得谢阳哥，你看那活干的啥都会。刘峰不适合干这个事儿，真是。我投谢阳一票、啊。你先别起啊，你先给我把住啊。哎，我让他弄，不好，来，不好。那儿用你扶啊，扶衬儿，扶衬砸我手呢？不是，我怎么就能砸你手呢？慢，你慢看着点啊。你不会搭帐篷吗？你跟我之前搭的不一样。能不能别吹？不会就不会是吗？扶好了啊。嗯。你是故意的，那。